这个是镇上人的骄傲，阿拉村有两万人，所有人都在叫，要命了。就刚刚5分钟前头，俺们叫的没几个了，现在突然之间，所有人都叫了，要死。World, so we cannot order any food or anything from home.